是讨厌你，怎么会的恶心？我身不由己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。人出息，找他了，人我要追到他。问的爱意，怎么就被你请便放出了心，就这样不经意。像是一场闹剧，好天气忽然下起暴风雨、总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，比如爱上你，爱你，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了心？我身不由己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。初次恋爱请多指教。